一段缘要多纠缠才算勇敢？你来了。殿下，殿下，我听说你近几日玩得很尽兴。殿下，我自从来到这里，司马统领只派了一个小兵来应付，没有想真心教我。司马勋，殿下，分兵是王妃的，以王妃的根基，就算属下亲自教习，他也未必能跟得上啊，殿下。没错，我自知天资愚钝，而司马统领又日理万机，所以我就去驿站待着了。殿下，这也有错吗？你还真是伶牙俐齿啊你。我问你，骑马和射箭你一点都没有练吗？区区三日能学会什么？来，把马给他。殿下，王妃娘娘不会骑马，这样会受伤的。来，就。殿下，别担心，殿下不会舍得真的处罚娘娘的。就。放心吧，娘娘和殿下几日没见，这是找个地方说体体话呢。有些人啊，狗眼看人低，我们家娘娘的本事可不是一般人可以看到的。你这马真漂亮。我能看得出来他很喜欢你。那当然了，我人见人爱，花见花开，车见车爆胎，马当然喜欢我。又胡言乱语，咱们再来两圈。来啊，来，撤。别怪我如果再见不到我，也别怪我什么都不说。一段缘要多纠缠才算勇敢？总是人中散也无憾。